啊，稍后文艺频道将为您带来的是我爱我家栏目，今天的神秘嘉宾会是谁呢？我见过。平日里一向以沉稳温和示人的赵忠祥，在这期节目里也玩起了可爱。和妻子结婚45年，生活中的赵忠祥还十分懂得浪漫。我们俩在一个办公桌，他在那边，我在这边，我们俩就这么吃一顿午饭，这已经很亲近了，太浪漫了，这个已经。生活中的赵忠祥俨然很幽默，也很懂情趣，而和老搭档倪萍在各种场合互掐，也成了两人乐此不疲的一大爱好。他自己已经进入了那个环境，他就变，沿着这个走向，他就越来越变。赵老师这人好欺负，你看赵老师画的这驴都特别抠门。抠门这两个字是褒义词啊。